拌苍蝇头，然后酱油。我们备的料是有绞肉、韭菜、豆豉、辣椒。啊，我们那个绞肉要先腌，要放酒、放糖、放点辣椒、放点蒜头，搅拌之后再放点酱油，再放点太白粉。那时候就用微波蒸汽。我先用微波把它弄熟，五分钟开始。他在微波，三分钟。这都是。对啊，都是。你不是爱香槟精？哦，我本来我要点水的是条啊。好，我们微波炉里面还有温度在，先拿进去。就是它蒸汽里面温度够高啊。对，就说这样，吸起来就好啊。啊，如果是炒菜锅的话，就关火来焖，不用焖，就一直炒它。哦，一直炒它，关火用炒的。对。不然会不够脆啊！哇，好美哦，好厉害哦！